这有听到吗？有。好嘛，然后现在呢，我们先脚动一动没关系。我来讲一下，等一下我们的动弹的一个顺序哈，也考考大家的记忆力哈。第一个动作呢，我们会拍手，脚跟着动。第二个动作呢，我们是右点、左点，要有力道的这样出去。第三个动作呢，把右脚伸出去，后跟出去，左边出去，手也跟着出去。好，然后第四个动作呢，一样是哈，抓拿抓拿。这个时候我们的腿呢，右侧点出去，脚尖出去，左边也是脚尖出去哈。然后在第五个呢，就是一样，右侧、左侧的脚趾出去哈。再来呢，我们就用这样子。现在我们的脚都是用右侧出去，左侧出去，然后再来。把它压下去，脚都是没变的哈，右侧出去，左侧出去，然后再来，就是这样，好，把它扩胸，然后再来，就是身体要拉直，脚上来一点，然后再来呢，右侧出去，右侧出去的时候呢，把左脚往左侧伸，好，那就我们就要开始了。可是要拜托大家一件事情，刚刚手动。腿动，哪个地方没有动？嘴巴没有动，所以等一下呢，我喊一二三四，希望大家来帮忙，喊五六七八，好不好？好，增加我们的肺活量哈。好，开始来，一二三四，五六七八，二三四，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，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。大声一点，2 3 4，五六七八，3 2 3 4，五六七八，4 2 3 4，五六七八。好，现在来第几个动作啦？第三个了哈，来，1 2 3 4，五六七八，2 2 3 4，五六七八，3 2 3 4。4 2 3 4，五六七。好，现在换成右侧了哈，来，1 2 3 4，五六七八，2 2 3 4，五六七八，3 2 3 4，五六七八，4 2 3 4，五六七八。好，换来换这样子了哈，预备起，1 2 3 4。五六七八，2 2 3 4，五六七八，3 2 3 4，五六七八，4 2 3 4，五六七八。好，扩胸，1 2 3 4，五六七八，2 2 3 4，五六七八，3 2 3 4，五六七八。4 2 3 4，五六七八。好，往下压了哈，1 2 3 4，五六七八，2 2 3 4，五六七八，3 2 3 4，五六七八，4 2 3 4，五六七八。再来1 2 3 4，五六七八，2 2 3 4，五六七八，3 2 3 4，五六七八，4 2 3 4，五六七八。好，压腿，1 2 3 4，五六七八，2 2 3 4，五六七八，3 2 3 4，五六七八，4 2 3 4，五六七八。好，抬手来，1 2 3 4，五六七八，2 2 3 4，五六七八，3 2 3 4，五六七八，4 2 3 4，五六七八。好，现在很喘，对不对？踏步不变哦，手放松，脚放松，
接下来呢，我们把动作放慢哈，开始来，我们来做手握、手放开的动作，这个也有名称什么板立板拳。好嘞，我们的手呢，脚与肩同宽，手掌心向外，放在7:25的位置。我们再1、2、3、4，我们一共上面做起来5次。下面会坐下来5次，所以总共会紧握100次。然后1、2这样子，一个动作做10次，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在8:20的位置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在9:15的位置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在10:10的位置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在11:05的位置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拍一下手，再来，下来11:05的位置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再来呢，10:10的位置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再来9:15的位置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下8:20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最下面的哈，7:25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现在我们的静心哈，把双手往旁边平伸，掌心一样向外，眼睛闭起来，吸气吐气，感受你的气流往你的末梢神经在传递，正常的呼吸，吸吐吸吐，10下，吸气，吸气，向上顶。
后一次的哦，很慢很慢，吸气，吸气，向上顶，好，气，好，感恩大家。